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うんたんです。今日はルーちゃんが熊本に来ての初晩ご飯です。最初のご飯は何にしようかと悩みましたが、やはりルーちゃんが大好きな節にしました。果たして熊本の節は美味しいのでしょうか。なので今日の動画は熊本の節、東京を超えだぞ。今天是和文当结束远距离的第一餐晚餐。猜想大赛。我们两个要来吃在熊本车站里面的肥后有康摩市场，有很多店都集结在这里，也有很多卖土产的地方。现在时间是晚上9:26，土产店都已经关了，但是吃饭的地方开到晚上11:00。那这里有很多店，我们进去看今天想吃什么。吧，大家看，现在卖土产的店都已经关门了，但是便利商店这种卖吃的就还有开。我们两个今天要来吃这一家天草吉鱼寿司。文章今天生日来的时候，我晚餐就是吃这一家，超好吃。阿迪哦，阿迪哦。这里的话是用平板点餐，然后大家看它的狮子已经超可爱，上面竟然是熊本熊。熊本熊很可爱哈，可爱吗？可爱，可爱哦。赶快点，赶快点，来这里一定要点甜虾。那这边有本日推荐，也有生鱼片或是炸物，然后三罐寿司、握寿司、军舰，还有汤跟甜点跟饮料。但今天很可惜，这种鲑鱼卖完了。这个超好吃的，下次再来吃。这样有分甜口味跟特制口味。甜虾寿司，你们看甜虾一个寿司上面有三只，而且超大。炙烧鲑鱼也来了，看它这么肥厚，这个一定炸好吃。我们文当吃第一口。啊。好嘞，好嘞，慢一点。好吃哦。嗯，这个好好吃，烧烤鸡。超好吃哦。这边有那种吧台位置，也有这种桌子的位置。我们两个喜欢坐桌子，所以这次又跟他说我们要坐桌子的。嗨，ルーちゃんも食べるよ。好吃吗？超好吃。哦，超好吃，いただきました。超好吃。我不自信了。文章说应该像别的美食 YouTuber 一样这样给他绕一圈了，可以了吗？这个虾子超甜、超饱满、超好吃。我们还另外点了炸鸡，480日元。它这炸鸡蛮酷的，有这种带骨的，也有这种没有骨头的，也有鸡翅。这个炙烧鲑鱼爆好吃，爆炸好吃。哎，这样好练。哎，这家寿司真的很好吃。我来熊本吃的第一餐就是这个寿司，吃了之后大受感动，觉得爱上熊本了。この寿司だけでも熊本好きになるわ。熊本は刺身が美味しいってよく聞くからね。熊本の刺身は美味しいって言ったじゃん。そう、刺身ね。一緒に食べに行きたいね。刺身美味しいのすごいいいわ。今日の仕事の疲れ全部取るね。好吃。ルーちゃん唐揚げ食べまーす。何その顔。初めて。なんだろう。黒焼きちょっと入ってるでしょ。なにそれ、ブラックペッパー。不知道、これちょっと很好吃。あ、わかんないけど美味しい。わかるの。なんとなく。好吃点吃菜。好吃点。美味しそう。全然脂っぽくない。ヘルシー。食べやすいわ。女性にもいい。它没有那种很强烈的调味的味道，可是可以吃到那个鸡肉原味，很好吃哎。这么好吃的寿司，要是在东京的话，一定要排至少一两个小时。在这里完全不用排，直接入座。すぐにこんな美味しいお店食べれるのは東京じゃ考えられない。熊本は素晴らしいわ。食も美味しいし、人も東京ほどいないし、すごいいいと思う。最高。めっちゃ満喫してるわ。然后后面还有我买文当的花的百元店，美味しそう。这是文当点的鲑鱼亲子军舰，你看那鲑鱼卵多大颗。文当和他的寿司自拍，没得宰吗？文当也很可爱。你的螃蟹来了哦！天哪，螃蟹好猛哦！天哪，这一盘要520日元呢，可是感觉就很厉害，应该很好吃。ゆっくり味わっていいから。よかった。他用的灯泡也很漂亮，而且我很喜欢这家店，他都放一些很日本的音乐，然后是那种三味线弹的，很有气氛呐。文章整个吃入迷了。
螃蟹也好吃，可是我还是觉得要加瓦萨比。文当就是因为不喜欢瓦萨比，所以就没有加。我自己喜欢加瓦萨比，就比较有提味的效果。文当なんで俺がワサビ入れてないか知ってる？ワサビ嫌いか？カニの風味を 100% 味わいたい。好恶哦！文当点了一个蛤蜊味噌汤。来啦！来啦！来啦！俺の顔ぐらいでか。乱讲一通。你们看那蛤蜊好大、啊，こんな味がする。甘い。さあ、ルーちゃんもアサリ汁。ルーちゃんもアサリ好きだよね。好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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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しか言えないのか。甜点的话有卷饼、布丁，还有杏仁豆腐。我喜欢吃杏仁豆腐。素文，它这个平板没有办法换成日文以外的语言，果然就不是那种东京的超大连锁店，有这么友善外国人。杏仁豆腐。吃杏仁豆腐喽！好饿哦！好饿的又在那里哟。好，我还不烦。上面有个枸杞，把它拿掉。在那里。Cookie。哦。啊，おいしそう。水分が多い。好吃啊。そんなに美味しい。嗯，好吃好吃。你吃吃看。好，我们担保试吃看杏仁豆腐。我あんま杏仁豆腐食わないんだけど。试试看你就知道了，你一定会爱它。嗯，好吃哦。めっちゃさっぱりするね、これ。而且那个杏仁香味就留在嘴巴里面，很好吃哎。啊，これ美味しいよ。你会不会吃太多？嗯，めっちゃ不多。我们两个今天吃这样子是4653日元，其实这就不是很便宜的寿司啊。当然跟100元寿司有差，是因为它每个料都很大，所以吃下去之后其实很快就饱了。我自己是觉得比起100元寿司更值得来吃啊。一皿の量も美味しいしね、めちゃめちゃ美味しいし、価値はある。これだけ熊本好きになるわ。本当ね、熊本最高や。大概来熊本的时候啊，一定要来吃看这寿司，我觉得很推推耶。推推。俺は一番アボリサーモンおろしが一番好き。哦，我也是，我们两个都觉得炙烧鲑鱼最好吃。但你美娃，我是甜虾。山エビもいいけど、サーモン親子軍艦も。啊，你吃两盘嘛？食べた。でも三位は甘エビだな。美味しかった。あの520円のカニは？あれは普通。高かったけどね。まあまあまあいい思い出よ。よし行きましょう。会計です。结账的话呢，是把桌子下面的板子抽出来，直接拿这个号码牌去结账就可以了。还有摩斯汉堡跟拉面，还有这种意大利面。这里还有卖 Mr. Donuts 哦。我闻到自己跑掉。やっぱ美味しいもん食べるといっぱい食べたくなっちゃうね。我们两个在吃寿司的时候，就突然想起以前，就是我刚来日本还是学生的时候，那时候文旦也出社会一年多而已吧，然后我们两个都没什么钱，那时候去一些寿司店又觉得好贵哦，都不敢点。当然现在也不是很富有这样啊，可是就可以吃一些比100元贵还贵的寿司，感觉到自己成长的感觉。たまには100円寿司もいいけど。でもやっぱりなんかたまにね自分のご褒美で食べる仕事頑張ってるって感じがしてすごいいいと思う。これいいこと言ったね。在面自夸，老王卖瓜。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自夸。OK， 終わり。See you next time。等一下啦，今回私たちの遠距離終わっての最初のご飯ね。熊本、あと九州を満喫しよう。ほら、いっぱいあるよ。耶、yeah, ，吃的都是吃的，因为我们最喜欢吃了，对不对？食べ物を食べると一番元気になるから。好了，那你跟大家说拜拜。拜。晚安啦、啊。晚安。什么东西？好了，我们刚才说那个熊本熊，晚安。君と。